去年我们家出产的手镯，他一个人就买了200只。这是一只白底青，也是您的天葵哦，杨姐。是吗？对，我喜欢这种厚装的，你看泥球背的哈。是的，底妆很干净，对，它底色还挺分明的，这个色也过底了，我试一下啊。平常要是穿牛仔啊什么，搭上这种白底青，最香的一张了。对，像这一只的话，它已经到玻璃种了。你看一下它的光泽，它的透光性和透明是刚刚好的。你可以上手看一下，这个强荧光，起荧光，刚性很强哦。像这种静置度高的手镯的话，它是具有收藏性的。是的，像一个精灵一样，仙气飘飘，这种很罕见，相当适合收藏。这个我要收。其实杨姐，你可以看一下这条金丝翠，你看它胶凝感十足，你看它的颜色是很鲜很明的，你可以试戴一下。我最喜欢这种胖条子了，因为它用料具足嘛。对，上手它就非常富贵。是的，而且这种颜色它虽然淡，但是呢，它种水相融的好。这个我也收了。行，那今天看货也结束，那就先走了，杨姐。先别着急，凌霄，今天的货品都不错，这些我全留下了，不要了。您不是在开玩笑吧，杨姐？不开玩笑，你们家的货品质还是信得过的。今天咱们第一天见面，是的，杨姐高兴。这样吧，2021给你送一个大大单，好不好？啊，太谢谢您了，杨姐。您看一下，这样吧，这些货品的价格我统一下调15%给你，您看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谢谢杨姐的认可，谢谢。哇，第一次啊，一次性将手镯全交出去了。好了，店长要回去做打工人了。我是凌霄，你们的金牌店长。如果你也喜欢翡翠，那我在瑞丽等你哦。